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，就是要看一下对方的实力究竟有多大。这个双手搭在对方的肩上，撞胸撞三下啊！来，一二三，五，四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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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给他吸的氧啊！我们来，谢谢。我们这样不太好吧？是不是？谢谢。啊！谢谢。大喜的啦！可以吃饭了吗？哒哒哒滴哒哒哒。终于让我们看到了。比心心，比心心，比心心。这是我们的晚饭吗？ 都有什么菜？看看，火锅，这什么火锅？火锅也不错啦，火锅很 easy 啊。我今天要给你们露一手，用我们的古维多稻米油炸一个丸子。好的，我支持你，因为丸子的肉呢，通常会味道比较重。 但是你用稻米油呢，它会有淡淡的清香就好了，就不会那么腻。蒸米饭的时候也。